现在开会。1月18号这一天呢很重要，这一天呢，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启程访美，这一天呢，台湾发射了导弹，进行了导弹的实弹射击。也就是在这一天，日本的外相前原诚司和美国驻日本的大使签署了一个叫做 F-35 性能情报保密的一个文件。那么日本的媒体说，由于中国的歼-20试验机型已经制作完成，日本防卫省认为有必要尽快引进 F-35 等5代战机，以确保对中国的制空优势啊。这个词儿叫制空优势，很重要。我们现在来看看 F-35 是什么东西。这个 F-35 呢，我查了一些在一个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它是一款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生产的单座单发动机多用途战机，能够负担近空支援、目标轰炸、防空截击等多重任务。 F-35 属于第5代战机，作战半径在超过1000公里，但是没有超音速巡航能力。有的地方说是有超音速的巡航能力啊，这是不对的，应该是没有。F-35 是隐形战机，目前美国空军、美国海军、美国海军陆战队、英国皇家空军、英国皇家海军以及加拿大空军已经决定采用 F-35， 将是美国和其盟国在21世纪的空军主力战机。美国空军最早将在2009年起装备此这个战机，已经有很多架了啊，它要取代这个什么 F-16 啊、A-10 攻击机啊等等等等。我们看看这个形象化的看一看，这就是这个 F-35 战机的在空中飞行的姿态啊，这是一个转弯的一个姿态。另外呢， F-35 还有一个特点，它有3种机型。 F-35A 它的特点呢是要用传统的这个跑道，有人管它叫做空军型。 F-35B 它呢是一个短跑道起飞和垂直起降的这样的一个机型，有人说它叫陆战队型。还有 F-35C，这个是舰载型，也就是航空母舰型，有人说它叫海军型。大概呢给大家这个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天要辩论什么话题呢？我们要辩论日本购买 F-35 战机能否确保对华的制空优势，就是制空权。今天我们的嘉宾不得了。何周教授呢曾经在制造飞机的工厂待过，干了这个好几年，他说他能把飞机开走。李伟是在中国的这个叫做兵工企业啊和兵工战线工作过啊，你有什么优势？我没什么优势。那你先说。那我先说啊，我没什么优势，先生，那谢谢啊。首先今天辩题是能否确保对华的制空权，那也就是说我们先首先看今天在 F-35 战机日本购买之前，以及中国的歼-20的隐形战机最后装备到我们空中部队的时候，目前中日两国的空军的实力情况，从中日两个空军目前的比较来的话，战机数量基本上相当，对不对？这个日本有200多架的这个 F-15 啊，还有这个几十架的 F-A 啊等等，这个战机就数量上差不多。那从质量上，日本目前的这个它的这空中优势在哪里？有几个两个方面可以来看，一个就是它本身的战机的质量比中华，还有一个就是它本身的飞行员，两位都是军事专家，而且是何教授是能够把飞机飞起来的，一个飞行员的本身的训练，他也能够决定就是最终你两国军力的比较。那么这个是这个第一点我也特别要想谈的。第二点就是 F-35 战机现在大家都向下一代战机去这个延伸，日本也这样，中国也是这样子。那 F-35 战机刚才主持人也做了一些介绍，那我们的目前的这个歼-20就是歼-20这个所谓隐形战机到底的实力会比 F-35 战机好多少？资料很少，资料很少，没有人知道。而且这里面我特别要提醒我的两位辩友的，就是说目前中国的歼-20战机是被外界高估了，尤其是美国人高估了。那么美国这边有阴谋论，这个暂且不表，只是想请教两位专家，尤其是我们的何教授曾经在这个工厂做过，制造过飞机，中国的制造飞机能力到底有多大？我们的 engine， 我们的这个发动机的能力有多大？如果说今天我们中国的隐形战机的从发动机以及到它的这个等等能力很强的话，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民用飞机目前的状态还这么低？快了，大飞机。我先讲几个，你刚才几个数据其实不太对。第一，就讲第3代战机的这个数量，
就中国第三代战机呢是将近700架，日本是290架。中国第三代战机从歼十一开始往上数的，那么因此呢，在我们讲这个空军数量、飞机这个第三代战机的数量上对比，中国是日本的2倍以上。这第一点，人海战术、机海战术不是机海战术。飞行训练时间，日本平均每个飞行员每年的飞行训练时间200小时，中国的飞行员也接近了这个飞行训练时间。因此从这两点讲的话呢，日本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优势的。第一，你数量比我少；第二，大家飞行训练时间是差不多的；第三，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中国的许多战机是自行制造的，日本的战机绝大部分是购买的，它有一些战机是自己生产的。比如说中国的若干个飞机场，尤其是沈阳飞机场、哈尔滨啊飞机场、西安、成都、贵州、这些飞机场都有大批生产，就是这个因为已经拿到苏联的这个合约，就可以生产这个苏-27的。苏-27的性能现在是全世界比较好的性能，就是你不管是作战半径也好，它的火力也好，还有它的灵活性也好，它的飞行速度也好，这些都是在全世界是领先的。美国的这一款战机呢，它的优势呢固然是就是它隐形，但是它的速度不够快，火力也不够强，作战半径也不够远，因此它是一种轻型的舰载的短距飞机。对，它单人单机，它你看它的主要作用短距离跑道起飞，这个垂直起降，这些呢就使得你耗费了大量的东西是在你的发动机和你的升降系统上，那么因此你的作战能力是差的。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空战的地面支援是重要的，日本到现在为止没有导弹，你就算我们空战开始打起来，不用先飞飞机，一堆导弹打过去把你日本的基地先给你轰了，对吧？回不去了，你回不去你起不来，就日本到目前为止它的导弹打不到中国。李伟，我也是同意何教授这个说法啊。我们就要客观的看中日的这个空军对比情况。刚才何教授讲了很重要一个数据，就是三代战机的数量，中国是日本的一倍以上啊。那么，另外你说它的 F-15 战机呢，它大多数都24年以上的寿命了，哎，机件老化，对吧？那么这有个安全飞行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它的这个保障飞行就有问题。就是它少的数量问题，保障飞行还有，因为它年代太长。而中国的三代战机呢，都是2003年以后才开始装备部队的，那就是说中国都不到10年。那么这是一个中国在现有飞机上的优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呢，就是说中国的飞机，你不管是用的谁的发动机啊，你不管是用俄罗斯的还是中国自己的还是怎么地的，但都是在中国生产。日本呢，绝大多数的飞机呢都直接从美国进来，包括你说将来的 F-35 都是从美国进来，它也有许可证生产 F-20，但是它许可证生产数量比较少了，占的比例比 F-15 少得多。而这个 F-2 的战斗机的发动机同样也是主要由美国来支持的，所以也不存在是中国的发动机是俄罗斯，这是日本的发动机，就是他自己的，他主要也是美国支持。所以呢，他在技术保障和将来真的打起仗来，没有后援。而且还有一条我要补充的哈，就是中国的现在的航空母舰的生产和改装已经在这个紧锣密鼓的进行。你这个对空中优势，你中间的那个航行的机场是重要的。那么在这一点上，日本到现在为止没有航空母舰，而且他也不允许有航空母舰。关于海军问题，我先暂别不表。如果日本要改变目前的状态的话，它很容易，就是说中国有了航空母舰之后，日本要改变目前状态，只是一日之间才可以改变的。外界国际社会对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先回答一下何教授的关于这个导弹问题。当然，中国在二炮部队、我们的战略火箭部队肯定是很有优势的。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如果中国之间真的发生战争的话，如果说日本要面对中国的导弹威胁的时候，日本它的技术力量很快就能够生产导弹。好，我们这个时间过得这么快哈，我们读几个网友的帖子。邢阳他说 F-35 在卫星和对空导弹的对抗中处于明显劣势，所以要制空就要制天，以美日的制空制天能力加战争经验，中国永远也打不赢啊，这是一个悲观派。杭州的春天说，日本不可能因为有了 F-35 而控制对华的制空权，最多就是多了一个挑衅中国的手段而已，中国的策略就是对日本的挑衅原则上不理睬，如果踩到底线立即全面反击，例如撞击这个撞船事件啊，这是中国的原则。
九阳神功说，只有美国才有实力确保对华的制空权，日本买来再好的武器也要在美国的底线上，制空权是进攻性而非防御性，战略上中国不会直接进攻。说的比较模糊。这个叫凤凰尖刀连，他说 F-35 性能一般，价格却贵得离谱，总之是性价比比较差的一种飞机。更要命的是 F-35 项目要延期了，延期意味着价格继续上涨，眼看美国人花了3800亿美元研制的 F-35 要泡汤，所以美国开始逼迫手下的小兄弟们掏钱买飞机，老大有麻烦，小兄弟们要出力。他这个意思是还不是日本想买不想买，必须得买啊！时事辩论会，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以后马上回来。